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殷海东。今天呢，又来到礁石地区这里来改下海了。那潮水退得挺干，挺干的了啊。然后就跑到这边来看一下，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收获。大家看一下，不过海浪有点大，现在还不多说了，出发了。哦，看这里，应该是清晰的脚印。看到没有？往那个椅子走。哦，好像跑到洞里面去了。哦，看到这里，看到。哦，这这这，看到看到。哎呀，看，呦，有点怕它了。哎呀，幸亏是咬了手套，啊，哎呀，嗯，给你咬啊，咬住血都不怕了，它现在已经跑不掉了，看着，可以哦，这个应该有半斤左右了，看着，这个头，真的挺不错的。哦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？看，还有一只这里，看，嘴巴有点洞洞那里。哦，青蟹都是跑到这里钻洞了。哎呀哎呀，出来吧！哎呦，它好厉害呀！看你跑啊，你跑。看你还想咬啊。哎呀好凶啊，挺吓人哦。哎呀，他挺聪明的哦，改掉这钳子那里跑。跑啊，看见。哦，这也是只帅哥来的，这个跟刚才那个，这个还是小一点点吧，刚才那个比个头比较大一点。哦，这个放下来就会咬了，又没有绳子，怎么办呢？哎，先放到这里去了，要不然你给它打架的话，就全部都没用了。喂，那边还有个袋子，过去看看。哎呦呦，把它鞋子掉了。压住它就没事。给它咬了。拖鞋就咬拖鞋，哎呀，好，成功搞定它了。啊，现在把它放这里去，先找一下。哦，看见没有？有只青蛙这里。还跑，看，哎呀，哇，还是只公的，就怕它打架，你放到里面去肯定会打架了，绝对会有一个受伤了，现在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肯定会打架的，哎，不管打就打。看，那里有一条海鳗，那里哦，那么大的海鳗，它已经看到我了。哎呦，想咬我呀！上一次咬就这个都流血了。你摆这里哦。哦，
要，他小妖妖转头过来一，啊，哎呀，一咬啊！哎，还想跑，还想跑，小毛来了，没劲。啊，还能跑了，跑啊，跑给我看一下，还能跑了啊。哦，好生猛啊，你看，看一下，跑啊，跑。什么时候？已经都差不多了，没力了。哦，他还是可以哦，挺生猛的，很猛啊，随便你了。哎呦，想咬我。就放他在这里了，等一下我在这过来，反正他也跑不了了。哎呀，还能跑，这星星这里，还埋在这里，看到没有？哇，得了三只大青蟹，个头还是算不错的。他这头海鳗真的很生猛了，好猛啊！这个应该有一斤多了，这条海鳗啊。那太阳也要快要落山了。所以呢，也要回去了。那今天的赶海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有其他的朋友，也要关注和留言一下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